韩国综艺节目《演艺家中介》近日公开了韩国人最喜爱的俊男美女排行榜，韩流天王 Rain 的太太，现年38岁的女星金泰熙，最终力压一众女星，荣登韩国人最喜爱的美女排行榜榜首。而去年10月下嫁宋仲基的36岁女星宋慧乔，则位列排行榜的第二位。另外，韩剧大长今的47岁女星李英爱和41岁的女星金喜善则依次排在榜单的第三及第四位。至于形象健康的滑冰天使金妍儿和已为人母的女演员全智贤就分别排名第五及第六，而和男星姜栋元传绯闻的31岁女星韩孝周则排在排行榜的第16位。至于韩国人最喜爱的美男排行榜也公布了前四位的排名，依次是现年46岁的型男张东健、37岁的元祖花美男姜栋元、40岁的元彬以及45岁的郑宇盛。看来无论是美女还是美男，都是清一色的以资历挂帅的30岁以上的演员呀，一众呼风唤雨的韩流爱豆都被排除在外喽。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综合报道。